不要想着赢，要想不能输。至于我挑战的就是向西张建升。昨日我收到我老板萧定一向我下的战书，我当堂吓一跳，然后得啖笑。于是我为了参战，我所以去揀了一件靓靓的比基尼。哎，不要看住，其实这个活动是想关注一些患有 ALS 的病人的。咁啊，詳情大家可以去呢個網址睇睇，了解佢哋之餘咧，亦都希望大家可以捐多啲錢噶。咁啊，其實就要 call out 嘅嗬。咁我依家 call out 啦，我 call out 第一個人就係我經理啊 ，Poly 亮，估我唔到靚 Poly。第二個咧就係我嘅好朋友 Suki 石榮利。第三個咧就係我非常之尊重嘅師傅何華超。事不宜遲就嚟啦，好嘛？我唔會俾大家睇咁多啊，因為即係你知啦，睇蝕咗啊嘛。OK 啊，去到呢個位置算啦，好嘛？咁啊，慢慢聲啦，時間冇多。嗱，由於 seven 啲兵咧俾人搶曬啊，我都係喺屋企選咗幾個鐘頭先揾到咁多啊。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啊。好啦。記住喺玩之餘咧，記住去多多捐多啲錢啊！三、四、一。三個，記得找數啊！